加油哦！跨界版谁那个？关主显灵，你掉吗？观音显灵，观音显灵。七十岁哦，绕七圈呐、啊。好，预备起。好，一圈，轻盈哦。哦，你看姐姐，七了，七了，好了，今年了，今年了。好，再打五分。好。一些哦，在过香，在过桂牛楼，桂牛楼啊，平安平安啊！快来娱乐超市哥按赞哦，够用力分享影片哦，欢迎来到娱乐超市哥，耶！掌声欢迎三位重量级来宾，我们竹林山观音寺的董事长、副董事长，还有常务监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董事长黄国万。我首先要介绍我们本市竹林山观音寺是由大陆安乃龙山寺来台湾的，已经历史280多年了，历史悠久呢，北台湾最香火鼎盛的观音寺。那副董事长也跟我们观众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副董事长黄正德，欢迎各位莅临本寺来参香拜拜，对，祝福大家永远健康快乐。来，我们第三位，我们邀请欢迎我们的常务监事。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常务监事蔡黄明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谢谢。今天很难得可以一次看到三位长官，这三尊平常不容易请出来，很难哦。过年期间大家都要来走村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请那个常务监事？哎，来过年这个期间呐吼，来咱本市吼参拜游客吼，按非常的多。因为本市吼在这四周围吼，哎，拢有准备哦，哎，不落的免费停车场来游客来使用来。哦，好贴心哦，有好多免费的停车场哎。阿妈在讲吼，你在走了，咱的机场捷运哦，机场捷运，咧 A 八站，啊是 A 九站 ，A 九车，啊再个坐东南快公车吼，啊来这个温溪吼，然后找温泉步吼就够了。过年呢，最棒的行程就是一定要来竹林山，给阿尊拜拜啊，那祈求2021年牛年都能够一整年发发发。对呀，对对对。副董事长，我请问一下，来的香客有没有什么防疫措施要呼吁一下？今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么咱温溪呢。绝对每一个门口拢有派人伫遐甲大家。如果你若无口罩的，我拢会实施口罩给你。哦。维持啊，咱整个迄个防疫的措施。那么希望讲咱在咱管理处做的必要之下，那么咱这疫情早日解除，恢复我们的健康社会。好，要所以记得来竹林山观音寺参拜，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。那接下来要请三位重量级嘉宾要来带我们参访一下竹林山观音寺喽。耶！哇！首先，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柱子就不得了。这是哦，阮在当干事非常的用心，走遍台湾全省去找这四枝条啊，千年快木，千年快木，好，所以非常的记得，中头拢转转是真正好的快木做出来。啊，而且呢，你甲看阮所有的这树啊，拢是青岛树，啊，这青岛树老实讲，恁大家有看到因那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艺术家，非常的精致，都非常的生动。恁若怪他跟你做，你若行开遐，伊就跟你对你看开遐。而且我想记得的内底吼，啊，佫有两套迄个42尺的供桌，大桌都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生动，台湾第无二的对。等于就是进来一个艺术博物馆。对对，有没有？就是来欣赏，包括这个柱子啊，包括那个供桌哈，每一个都是一个艺术品。所以呢，牛年大家要有好运势，要有好财运呢，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我们林口的竹林山观音寺哦。刚刚讲的很多那个厉害的那个雕刻啊，动作，我们赶快来去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看喽。哇，我们走进这个竹林山观音寺的大殿啊，一走进来才发觉不得了了，真的是很精致，从好漂亮哦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你真的会目不转睛啊，真的耶。而且大家一定要锁定这一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大家平常拜拜的时候，你就只能看到外面。对啊。
我们这是带大家进到里面来，主殿里面来。啊，这边内底中一尊是咱十八州观音菩萨主神，啊，一边文殊菩萨，一边普贤菩萨。那么一边是玄奘真君，啊，搁一边是观世帝君，甲文昌帝君。啊，正主边这边就是咱的王母娘娘，啊，再来是天上圣母，过来就是咱福德众神。所以讲，咱这正殿平时是无开放随便人入来啦。啊，阮这内底讲起来，就差不多真侪人讲，咱这敢那未输一个真正艺术的博物馆。对，啊，阮那个一共做四十几场，啊，四十几场。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雕刻的红啊，甲雕刻的这个神尊，拢非常的生动。顶头的这个拱，拢是用擦的，用古早的擦笋，擦笋的，卡榫接的，都用铁钉啊，是安尼，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心。真功夫，对啊，真功夫，正功夫的啊。当然，一方面，我嘛是希望讲，咱保障咱的固有文化，固有文化以前的这个木工是这样的精致，这样的好的技术。平时恁入来就看，平时做汤的味，对，做汤的万木香，万木香。啊，所以说，咱正店内底，我感觉。讲目前台湾全岛应该是要找像阮这安尼较完整的，独一无二，应该少，应该真少啦。这个供桌吼，我们刚看到那个特写，真的好厉害。他那个特写看到那个每一个动作都好生动。这个雕刻这个供桌花了多久时间呢？这二十几个师傅花两年，我还要三年才做做。哇，将近三十多个师傅一起雕刻，相当长的时间。嘿，哎，目前真是一个一个有哪去哎，但这种有历史文化，是啊，甲有迄个历史的意义在内，不是随便雕的呢。那个每一尊的这个动作啊，动作木雕都有它的用意，背后的意义跟故事，好值得来一看。所以呢，大家那个过年期间来走村一下，一定要来参访一下这个很厉害的艺术品。董事长率领阮这董干事加干事的上干事率领干事，阮这董干事每年正月初一，阮就拢来一家里迎接所有来自各地方的这乡亲。啊，希望讲会当来这，啊，就甲阮看讲啊，阮这建筑物真正有价值，让大家看，而且来拜咱的这个观音菩萨甲众神，庇佑大家等于。好，家平安，拢大赚钱，大赚钱。过年期间一定要来走一走。对对对对对。过年期间，三位贵宾，我们三位重量级的长官也会在这边。对，欢迎大家。我来欢迎大家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们竹林山观音寺其实厉害的啊，绝对不只是我们的正殿。当然。听说在中庭广场也有很厉害的彩蛋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厉害的呢？我请问一下，我们常常在那个过年走村拜拜啊。可是我听说竹林山观音寺的香炉是很特别的香炉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环保香炉，环保香炉，我跟得上时代的进步哦。对啊，因为啊，咱若无咱上有车，甲上有车到这颗，拢是人山人海，人靠人，所以说都是一天都几万人在这里。那如果没有这里修罗，那烟都是往下吸。我们信众的健康也有顾到，对对对哦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 PM 2.5的问题，对对对，环保都兼顾了，科技耶。对啊，所以因为全省现在有好几个大庙都来学习来看，而且我觉得这点很好哎，为什么很多？因为现在大家都要提倡环保意识嘛，对对，所以很多庙可能就提倡用手拜拜，对对对。那其实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，拜拜就是爱牙香啊，啊搞新民公会嘛是爱牙香，啊很好尴尬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我家是无讲叫大家卖牙，卖牙拜托大家啊，我有宣导讲啊，一路一站就好啊，安尼。我安尼算到啦，心诚则灵。对对对。那今天因为很荣幸，我们来到竹林山观音寺嘛，要来玩一个游戏。对啦。那因为玩到游戏前三名，那要请竹林山观音寺送这个信众礼物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帮信众谋福利啦。好。帮大家谋福利，我们来玩一个寡龟 PK 大赛哦，耶！现在进入我们斯克杯的寡龟大赛，耶！过年期间来玩宝贝游戏最适合。为什么呢？来竹林山是行行的，然后祈求平安之外，来宝贝看会不会获得好运啊？哇，五波比啦！所以今天我们从3268位初赛者当中挑选出了十位进入复赛，耶！挥挥手。我们第一轮就是请大家一直刮，一直刮，然后呢，
保到没有醒杯为止，看你有几个醒杯。比如说有五个就是五分，有三个就三分。哦，取前五名进入复赛，十位选手取前五名，十取五。好，十取五。首先访问到的一号参赛者， yeah. 请问你从哪里来？区北市英哥。哇，英哥，贵姓？贵姓施？施小姐，施小姐，施美女。哦，你从英哥特地赶来哦？是。哇塞，最常来我们竹林山观音寺参拜吗？对，是的。所以多久会来拜一次？每个月都会过来。哦，每个月都会过来。真的，大公围拢来啊！听说你本身有参加过宝贝大赛，有、这个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，非常厉害，第一棒就来个厉害的了。最高纪录是获得五套杯全部胜杯。哇！后面的如果觉得有没有信心的，可以先往后退一步，得到什么奖品？金牌一面，金牌一面，金牌一面。所以今天在我们那个千手观音面前呢，好好的虔诚拜一下，然后进入我们的第一轮比赛咯。好，来，请，好，来，感谢。好，在这个蓝色区域哈，请往大士杯。好厉害哦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再试杯。哦！金牌选手一开始就来个厉害的啦！再试杯。哦，就不会啦。两分。好，我们旁边稍作休息。旁边稍休息一下。来，二号起。二号大哥。二号大哥贵姓？姓黄。黄大哥。黄大哥。新北林口。林口。哦，在的。在的。我们多久会来参拜一次？初一十五，我平常有空都会来拜拜。常常来。本祝贺料的，行来拜拜啊。行照咖。行照咖那啦。所以呢，应该跟我们的那个千手观音常常有感应啊。对。来来来来，虔诚的拜一下，然后请。宝贝，好，大哥加油咯！哇哇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下面一位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好，欢迎三号参赛者小弟弟啊，请问你贵姓？叶同学。好，常常宝贝的经验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以前在家里有宝贝。哦，在家里有宝贝，祖先宝贝这样，跟祖先宝贝。好，那先跟我们那个千手观音拜一下，然后请他赐你圣杯。好，加油咯！同学，请开始。哇！五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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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芭比五球芭比，好，北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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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四号参赛者，欢迎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姓陈，陈先生，住在哪里？林口。本身有参加过宝贝比赛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来来来，第一次应该，只要有虔诚就会有醒杯，没错，好，加油，开始，好，一分，地主队，地主队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就平安平安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欢迎五号参赛者，来五号，请问你贵姓？我姓肖，肖肖小姐，也是在地人，对，就刚刚那个四号是你的先生，是先生啊，哦，夫妻档，哎，对，夫妻档一起来就对了，有没有信心赢先生？有，加油哦，来来来，观音佛祖拜一下哈，好，请他赐你圣杯，好，加油哦。哦，一分，跟先生一样，加油，帮妈妈加油，来，第二次，加油，哦，来第三次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三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哦，三分，不错不错，目前占据第一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稍等一下，六号姐姐怎么称呼你？我姓张，张姐姐，啊，有常来拜拜吗？有啊，有常来拜拜，一个礼拜来好几次啊，哦，一个礼拜来好几次啊，姐姐一起来家驻点的丢啊，那哦，你看这边整理花啦，姐姐来整理花，就是义工，对对，这个意思就是来呛虾了，哎，是这样，就是常常来后感应比较强，哦，丢不丢？因为他有帮忙整理花，对对对对，来拜一下拜一下拜一下，好，好，请赐圣杯，好，姐姐加油哦，谢谢。好，哦，这个是五金力五波比，五金力五波比，来，好，第二杯，哦，哎，刚刚还这样，姐姐有个秋水，秋水没有，她拜拜之前要写两分，好，第三杯，厉害哦，三分三分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到底能不能？好，
请就卫冕者宝座，请就卫冕者宝座。好，好，下面一位七号姐姐，姓张，张姐姐，张姐姐是在地人吗？对，耶、yeah, oh. 那有没有常常来竹林山走走？每天过来，每天过来，不可以输前面的，对不 对, 對？那你有去帮忙修剪花？有，也有修剪花草，在整理花，一样有帮忙做功德啦。哇，好棒！对啊，爱心，太棒了！来拜一下，好，550包饼，是我们醒龟来，赤姐姐平安高大喊哦，好，醒龟。没关系、欸，平安。接下来八号帅哥来了，帅哥怎么称呼？高先生，高先生是在地人吗？桃园人、哦，所以是常常来这边走村拜拜，每年都会来一次。那今年很巧啊，对，娱乐超十个了。对啊，大过年的来讨个好彩头，好彩头，对不对？来，先跟我们观音佛祖拜一拜，好，是我们行规。我们是高先生，平安事业大发，好。好，一分，有，好，好，厉害厉害，加油！我们目前最高积分是3分嘛，好，会不会超越三分呢？好，来，嘿，三分了，好，哦，金丢，厉害了。感觉咱楼主要出现啊！哦，五分，厉害！哇！六分，好强哦！加油！哇！跨界版谁能给？妈祖显灵，你掉吗？观音显灵！哦，不错，七分，这有斋戒沐浴还是吃素三个月？没有，都没有，七分呢，目前最高分，厉害，那稍等一下哦，我们还有第二轮的复赛，好，九号怎么称呼你？陈小姐，陈小姐是学生还是上班族？上班族，这样看起来蛮年轻的。对，你说怎样？好好讲话，什么叫这样看起来蛮年轻？就是像学生啊。好，那不然把口罩拿下来，好了，不要，不行的，防疫期间不行哦。自书住在哪里？哦，住杨梅。杨梅，桃园地区过来也是有距离耶。对，但车程很方便啦。对，过年期间啊，你不管是坐捷运啊，然后开车，好，或者搭公车都很方便，可以来竹林山寺这边给阿尊拜拜哦。丢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先跟我们的观音佛祖拜一下，是我们行杯。好。平安，求求平安啊，是我们的压轴参赛者，求求平安，压轴参赛者要出现了，我们年纪最小的小妹妹要出现了，欢迎你，几岁？3岁。要说三岁。哇，叫什么名字？何恩杰，母语好标准。对啊，好，妹妹先跟我们的观音佛祖拜拜，妹妹要拜拜，是我行龟丢，哦，一分，三丢，好，两分，好棒哦！你们也看一下那个阿姨哥哥们哈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的眼神现在在给你看，加油！三，哇，不错！现在我们要公布第一轮的战绩啦。那个第一名就是刚刚那个七分的八号先生。哇，好，5号、6号、10号请出列，还有一个是2分的。5号、6号，一号姐姐来，1号姐姐，哇！宝贝大赛决赛规则：入围者先原地绕行10圈后进行宝贝仪式，掷出最多醒杯者获胜。斯克杯醒杯王即将诞生喽！扭转乾坤，好运来，请开始。Go， 好，一有哦。姐姐，十
来，好，我们先让姐姐缓一下啊，不然我们那个先放饭好了。天旋地转，好，可以哈，好，好，请宝贵，高点就高点。好，一片，好好，新杯，哦，两分，红了，哇，没有了，两分，妹妹跟妈妈加油，你看妈妈冬天都穿短袖哎，对呀、啊，准备扭转乾坤，好运来 ，Go， 好一。好，请寡杯，丢高一点哦，丢高，丢高，丢。好，一公哈，一公哈，三，好，好，一分，一分，丢高点，丢高点，三，哇，好，一分，秀杯，一分，平安平安，谢谢。七十岁哦，打八折。好啊，七十岁，不然我们打七折，绕七圈呐、啊。好，绕七圈。七十岁绕七圈。好，七岁绕七圈。预备起。好，一圈。轻盈哦。哦。二。哇。小碎步。三。有在跳广场舞哦。跳广场舞哈。四。哎呦哎呦哎呦。五。你看姐姐哦哦哦哦哦。七了。七了。好了，今年了，今年了。好。好了。请把杯。好。哦。哎，好。好。哦哦哦！哇哇哇！一分一分。哇哇哇！哇！一分。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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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十圈，十圈，请开始。好，好，好。一、二。最后一圈，最后一圈，加油，加油，撑住，好，哦，九组呀，佛祖会保佑你的，啊，现在台湾人，好，加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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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，牵手，牵手。好，一圈，哦，过香，再过，跪牛楼，跪牛楼啊，平安平安啊，妈妈加油，耶，好，加油，哇，好的，接下来要颁发我们的前三名啦，恭喜五号、六号并列第二名，耶，有请董事长颁发奖品，太厉害了。谢谢，会耍出一片天呐、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我们一号获得第一名，哇，果然是金牌宝贵选手！来来来，讲一下得奖感言，来来，感谢菩萨保佑，感谢菩萨保佑，谢谢保佑，好，欢迎大家下一次明年再来参加我们的十个宝贵大赛，没错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董事长黄火旺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副董事长魏正德，啊，一只祝福大家，牛年迎大运，大家合家平安，大太吉。大家好，我是竹林山观音寺常务监事蔡黄明，啊，在新春内底吼，啊，我祝大家新春愉快，牛年迎大运，大家赚钱赚啊，扣扣扣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恭喜恭喜。